重要的是语言，就闽南语。闽南语，您这闽南语说的到底怎么样？怎么样啊？只要一张口，人家就知道我说的是闽南语。那你跟我也差不了太多。不，其实我告诉你，我以前还说的真不怎么样。都得学呀、啊！我就是下定苦心来学，有过程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怎么学？团刚成立没多久，哎，那时候我在团里啊，反正演出机会也不多，对，我就想啊，不能老在这家里面这么待着，那怎么办呢？找个事儿做做啊，顺便可以多学一点语言。那干什么行呢？社会局的社工，哦，当义工，哎，去帮忙人家呀，又可以多跟这些人亲近，哎，搞不好碰到这个本省级的。可以多聊一聊啊，会闽南语了，这好一举两得呀、啊！对呀、啊，好主意，去吧！参加了啊，参加以后马上就有一个状况了。那什么状况？有一个这个本省级的阿嬷呀啊，常年卧病在床，哦，需要有人去照顾，帮他擦个背、翻个身什么的。明白。啊，旁边呢又有这个氧气筒啊，他需要氧气就给他一点氧气，家居看护。哎，我一听有这个机会，报名，争取，我去了。好啊。就派我去了啊！一去了以后，看到这个阿妈，哎，我就跟他打招呼啊，得先问好啊，用闽南语说的哦。阿妈你好，那发音不错呀。好了，好了，年纪还够大的，我得自我介绍。对呀，跟他说了，哎，阿妈，我是侠工啊。什么叫侠工啊？下工啊，社工，社工啊，呵，下免急，莫免急，到沙岗啊，啊，没钱来帮忙的，下工啊，啊，阿妈一听，社会局的下岗哦，对喽，丢了，下岗了，啊。那我要帮阿嬷呀，装点水要帮她擦一擦脸。哦，我就问这个阿嬷了。哎、阿嬷呀，你五岁不？五岁不？我讲你这少年人，我爱讲生笑呢。啊，七老八老问我五岁不？不像话。不是啦，是五岁不？岁呀。水 water 啦，这还真急了。你还别说，阿妈一听我讲 water 啊，醉呀、啊！老太懂英文，乌啦！哦，对了，醉了，俺要给你擦面啊，要炒个面。我今嘛这白未使食炒面啦，太油了。不是食炒面啦，是擦面啊，擦脸，擦呀、啊。好家伙，擦脸。我吃冰呀。对喽。这费劲儿啊。丢了。那便所了，哎，水在厕所吧？赶快就拿了脸盆去厕所装水，打点水，弄点毛巾。一出来一看阿妈，哎呦，糟糕了，怎么了？躺在床上喘，哎呦，又发病了吧？我一看这不得了啊，赶紧救啊！床旁边有个氧气筒，对对，来个氧气罩，我就要赶快过去给阿妈吸。我过去就跟阿妈讲了，阿妈，你莫躺紧张啊，对，你莫躺，我给你勇气啊，哎，这时候需要勇气，对。氧气啊，勇气啊！我说错了，嗨，上点氧气、啊。活力勇气啊！你跟西西啊，好啊。那个阿妈一听到我这样讲，他就，你跟我，我给你吓死了，这个。我还不知道 啊。我说阿妈，你卖恭维了，你跟西了。好。对对对，你快跟洗嘛啊！你洗洗嘛，我跟你讲，洗洗也卡松快啊！这台语真棒啊！从那一次以后啊，我就再也见不到这阿嬷了。哎，给你玩完了吧？没有，人家现在好好的。那怎么见不着了？我被社会局开除了。